新冠疫情，特别是境外输入病例发病，我们迅速集中调动全省各方院岗专家支援，加强普信指导，短期内大幅度提升了管控能力，定点医院也建立了比较规范的院岗控制制度。新冠肺炎病人走专用电梯通道，医护人员除医护人员外零接触。前期我市各定点医院已经按照医院感染控制要求，对感染性疾病收治功能和建设布局进行了改造，完善了功能设置，加强了资源配置，各收治医院隔离收治条件达到了独立设区，危重患者收治病房均是负压病房，并对病房空气进行无害化处理，所有医疗垃圾和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后集中转运，病人的检查转运均是专用通道，专用负压救护车辆，不会污染到周边环境，也不会影响到周边居民。